说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颗心，才接近命中注定。是巧我们里的身影，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这次是用心了，本来以为他会自己来，没想到竟然找了个比他更合适的人。真是哪有陆总哪有话题啊。哎，叶总，孟总，陆总的传言一直就不少啊，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陆总看上。陆总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你就大大方方的揭晓谜题，也让我们这好奇心满足一下。对呀，是啊。等一下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是来帮我澄清的吗？哥，我是来宣誓主权的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陆总。当然只有才貌双全的姚蜜才能与之相配呀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大家都别太着急，陆总要亲口官宣了才作数。陆总表个态啊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隐瞒着我？我没有恋爱经验，但不是傻白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……是你的陆总吧？快接吧，别错过了人家的道歉。刘总，他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万一跟陆曾阳有关系呢？接吧。你看，我们一个个被陆总吊得心痒痒的。陆总，今天不说个子丑寅卯了，恐怕大家喝酒都不尽兴了。啊？姚蜜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你要不肯照着我说的做，我会把陆明宇曾经抛妻弃子的旧闻大炒热炒。对你妹妹陆思琪的刺激，应该不小吧？果然被我猜中了，这个陆岑阳之前跟姚乐飞神神秘秘的谋划的事情，居然是带他官宣，怪不得之前刘总说要带你看好戏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直接告诉大家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陆总，你今天的女伴不应该是我吗？怎么把姚蜜带来了？各位，陆总今天的确要官宣我和他的关系，可惜了，刚刚遇到一点小插曲，耽搁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们不会认为我是陆总的女朋友吧？我呀，我
跟陆总是最默契的上下属关系，对吧，陆总？当然，我最欣赏 Carrie 大气的个性。各位老总一定知道，有 Carrie 在的地方，绝对不会冷场。是。陆总，你就别打马虎眼了。莫不是 Carrie 和姚蜜都收入了你的囊中，在这种场合下撞到了，你不会不好意思承认谁吧？我知道各位在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，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也好好给我自己洗洗白。我呢，真找男朋友的话，我一定找那个听我话的小奶狗，像陆总这样的霸总，我才不找呢。还是真会开玩笑。凯瑞人口上了，他不怕自己的身份被泄出来？你说的对，不过我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必要。凯瑞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底细，你是话筒的人吧？按理说，我喜欢上不然，他才更有机会掣肘我。但你为什么听从别人的指令，违背话筒的意愿？陆总，对不起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如果你今天冒充我的女朋友亮相，话筒那边一定不好交代。这说明有人出的价格比话筒更高。那个人是谁？想比不染难堪的，除了易敏才一家人，我想不到别人了。你知道易敏才和孟可欣利用空壳公司走私账的证据还在我手上，你觉得你那笔好处费能拿到吗？陆总，对不起，你放我一马吧。按我说的做，你之前怎么站队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嘿，陆总，原来凯瑞不是陆总的心上人呐，那一定就是姚蜜了吧？如大家所愿，我的确。陆总，你看大家都这么好奇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索性你来告诉大家吧。我的女朋友既不是凯瑞，也不是姚蜜，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，不然。说的对吧？我早就听说是不然了。不然大家都知道吧？他跟我们陆总那可是绝配啊！陆总今天本来要带不然过来的，但是他感冒没好透，所以我就替他来了。难怪啊，陆总费这么大的心思培养一个小透明不然，原来他是你的女朋友啊，孟总。这么大费周章搞这么一出，原来就是为了逼陆总说出他的女朋友就是你老公的亲侄女啊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我想在咱们行业里应该也没有人会再来抢易总未来的侄女婿了吧。你在瞎说什么？怪我多嘴了，老板。不过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倒不如让大家都高兴高兴，毕竟是咱们建筑圈的特大喜讯。不然是易华前总裁易敏德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是画兰画董的亲孙女。将来易华和品尚可就是一家亲了。陆总，可喜可贺呀，易华和品尚联手，那在这个行业里可是最大的利好了。是啊，易总有陆总这样优秀的侄女婿，一定非常满意吧？啊！王总、林总、刘总，咱们去那边聊，让易总和孟总好好的跟侄女婿聊聊天。好，那你们慢聊。行。来，陆存阳，真有你的。凯瑞都被你策反了，联合这两个女的一唱一和配合你，
难道你就不怕你父亲的丑闻被曝光吗？我策反的不止凯瑞。这是我之前调查泰勒的时候碰巧发现您女儿也差点被这个人渣诱骗，她怕您担心找我协助转了专业，现在她要毕业了，发了些毕业照给我，我洗出来正好带给你。这孩子受了委屈我都不知道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孩子留学是孟家迁的县吧？老许，你有困难应该告诉我，不应该让自己为难。怎样，你是不是早就都知道？你有难处我能理解，我想知道他利用你做了些什么。我做了最自责的事，是我把秦雪出卖了。我还以为这刘总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呢，怼个陆子阳的大脸给我看，原来是想帮陆子阳给我好看。我在这个行业里可算出名了，以后啊他要带我见世面我都不能去，碰到这些老总啊少不得要被调侃。谁知道陆子阳是不是故意拿你替一家，劝你还少嘚瑟。泼冷水大王，能替到一家我也很开心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晚上请你吃烧烤吧，买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没看我这忙的吗？改天。行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，改天约烧烤。你想干什么？好，我在老伙计等你。感觉味道变了，是我给司机打的电话。我知道，老许跟我说了，你就是思琪的哥哥。你难道不好奇为什么这么做？除了替不染试探我的真心之外，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。你没有把思琪就是姚乐飞的事情告诉易家，说明你没有真的打算害我。怪不得你说这个咖啡感觉味道变了，原因就是你想太多。这是爸爸生前的日记本，我想你应该想要看一看。华董，秦雪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了。很好，去通知所有人，暂停寻找陆思琪的计划。是。说。华董，我不太明白，我们之前那么大费周章的去寻找陆思琪，现在为什么要突然暂停？之前我没把陆存阳放在眼里，但是经过这么多次的较量，我们都败了。陆存阳老是喜欢拿捏我们的软肋，当然我们也要找到他的软肋。陆思琪就是他的软肋吗？
是陆明宇。虽然陆明宇已经不在了，但是陆岑阳要还陆明宇的养育之恩，自然是看中他的一对儿女，而这对儿女用来对付陆岑阳，那是最佳的利器。现在秦寻已经浮出水面，而他心尖上的女人又是陆岑阳的女朋友，你说秦寻的一切都被陆岑阳霸占了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，是陆寻的生日，月圆人不圆。以前你们在我身边，不管多忙，我都会买个蛋糕抽空回家一趟，一家三口人唱着生日歌吃蛋糕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不知道儿子多高多重了，会不会想爸爸？陆寻，你妈坚持要出国，可我丢不下一个刚刚初创的公司啊。她一气之下带着你出国，让我见不到你。爸爸非常想你，寄出去的信、派出去的人都没有你们的音讯。爸爸不会放弃寻找你们。儿子，爸爸希望见面的时候，你能够原谅爸爸。看到人进来，对不起，你的身份是我透露给易家的。我知道。是为了孩子，你要怪我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想现身说法，说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亲。陆总一定是想着你的，更想你呢不带着仇恨的活下去。原谅很难，但原谅能让人活得轻松自在。害怕被发现落泪，究竟什么是错，什么是你说的在理，所以我原谅你了。但是你得给我涨薪，还得给我加工资，还得让我有休假日，不然我可就要走了。怎样说，如果你愿意，他很欢迎你回平上。我才不成他的情呢。下班了。喂，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？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老伙计。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？你们俩一定骂我骂得十分痛快。骂饿了没？回来煮面给你吃。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，晚上煮面赔不是？你这变脸比川剧还厉害。可惜我不解风情，在老伙计吃饱了不饿。哎，确实可惜了，我熬的高汤煮面鲜香美味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不知道多带劲。你不饿的话，我只好一个人吃两碗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哪里不好了？对不起，我女朋友的关心没有好好跟你解释，还冲你发脾气，是我不好。
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。做你男朋友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吧？不然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你人帅、钱多、有眼光，还会煮面。真好。饿了吗？嗯。那我们煮面吃。关于姚乐飞，陆晨阳，我想通了。那天我对你发脾气，我也有不对。虽然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。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以后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即使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也不用告诉我。我完全相信你。吃面吧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。你慢点吃，吃完了我再给你煮。够了。吃完这碗我就要减肥了，这两天一直生气，吃很多肉疯着。别人都是生气吃不下东西，你还挺特别的。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馋找个借口？干嘛出城？面都不香了。那这周末我带你去放放风。我倒是想，但是没时间。图像改建的设计还在不断推翻当中。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。嗯？夫人，夫人。别打我！现在是在我身上。别跟小心摔倒。黑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颗心，才接近命中注定。只叫我梦里都是你，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之前委屈你了。我能想到二叔和心仪用这么蠢的把戏，但是没想到 Carrie 最后竟然会帮忙。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，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，他自然会跟你站队的。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懂你的无奈。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转身就走，不是要搬家就是不理我，我唯独拿你没办法。我反省，我改正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中遇见你是最幸运的事儿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一直一直在一起。那你怎么保证？我用我人生攒了30年的运气在你身上凹印，这样总可以了吧。走吧。还走啊？你想找设计灵感，少不了要多走走看看。就不能多歇一会儿吗？好歹也算我们俩的约会。才走这么点路就累了，说好要陪我一直一直走下去呢。那我还要问我爸，问他怎么选的人，都不知道心疼我膝盖。
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美言几句了吧？放我下来，这样你的膝盖会受不了。你这么轻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享受一下男朋友的福利。齐心，一定给陆存阳一点颜色瞧瞧，别说是不染了，该属于你的我通通帮你拿回来。要给陆存阳颜色看看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当我不知道你给我那个股权转让协议是张空头支票啊？我假装答应你是为了替不染探探敌情，以后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了。耍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妈，子和最近报了个总裁班，在经营思路上跟大佬开拓点见识。我看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，收心收了不少。收心是对的，你们俩呀要多腾出时间，多花心思在他身上。我想你们先不用去公司了，把联姻的事情尽快安排上，去一个门当户对的贤内助，或许我还能指望指望他。妈，子和还小，这事儿应该不着急吧？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杨明给你打电话了，你要回一个吗？他找我都是工作，今天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今天累一天了，帮你按按。嗯。左边。好的。舒服吗？嗯。你说我们今天踏青、逛超市、买菜回家做饭。嗯，我怎么跟你谈个恋爱，马上就奔老年生活了？情侣这些浪漫的事一件都没做。怎么老年生活了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压马路。嗯。一起穿情侣装。一起看星星、日出，一起亲亲。怎么不接电话？谁来了？应该是姚蜜吧。姚
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去超市了？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了。你放那就行了，我自己收拾就可以了。你自己收拾行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逛超市了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。以后这些东西你不用帮我采购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不是嫌干这些事情耽误时间吗？自己逛超市当然没意思了。太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饿了，我煮个面吃。我今天忙一天了，你回去点外卖吧。那我喝个茶走了。喝茶容易兴奋，我想早点睡觉。你跟不染。我们和好了。看来我之前在聚会上的自作主张，不算是帮倒忙。老板应该谢谢我才对。我谢谢你，但别再有下一次了。太晚了，我去洗个热水澡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他走了吗？我跟他说我来洗热水澡的。聪明啊！但是姚蜜怎么知道你家的密码？我的错，马上改。喂，姚蜜还在外面呢。Thank you.